黄慧兰绝版老照片，第二张与顾维钧合影，最后一张优雅高贵黄慧兰。1893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，父亲是华侨首富黄仲涵，母亲魏明阳是爪哇中国城内第一大美女。富甲一方的他们家庭并不温暖，父亲黄仲涵有诸多的姨太太，母亲也因此跟父亲关系疏离，后来带着黄慧兰远走伦敦，所以黄慧兰的少女时期都在欧洲度过，并结识各国皇室和名流。现在来一组黄慧兰绝版老照片，一起见证这位美丽的佳人。顾维钧是哥伦比亚的高材生，英俊潇洒，他与梅兰芳、汪精卫、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大男子，因为出席巴黎和会而在外交界崭露头角。那时的顾维钧更需要一位同样具有外交禀赋的伴侣，而富家千金黄慧兰正好符合这些条件。他精通法、英、荷等六种语，天生富有交际的才能。1920年黄慧兰和顾维钧成婚，他们的爱情故事简直是一幕电视剧。1956年黄慧兰和顾维钧离异，值得一提的是，黄慧兰被美国《Vogue》杂志评选，评为1920年到1940年代最佳着装的中国女性，风头远远盖过宋美龄、林徽因、蝴蝶等人。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